在大家面前，我努力做好我的工作，带给大家欢乐。回到家，我也尽力做好母亲这个角色。当然，这也让我成为很多妈妈倾诉烦恼、成长咨询的对象。因为爱，我们都想尽力给孩子最好的。在学习的路上，我选择泰戈 Family 户籍书包，陪着宝贝健康快乐成长，一起守护宝贝的未来。解放学习压力，从书包开始。